那么有一种人，他的出生决定了他的命不好，但是他一直啊生好心，发好心，一直去努力，久而久之他的命也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可是有一种人，他的命很好，出生的很好，出生很高贵，但他不去啊发善心，不去努力，尽管他的命很好，慢慢慢也会失去这个好命。因为你的心不好，怎么会有一个好命呢？命它是靠我们的心呢托住的。我们发心就如同我们通常说的是命和运的关系啊，命是命，运是运，这个运呢就是运作的意思。如何运作呢？就是靠我们发心去运作，发什么样的心就运作成什么样的结果，发善心运作成善的结果，发这个恶心就运作成恶的这个结果。所以说这个命是可以改变的，就靠你如何发心，如何去运作。